臀部烫伤案例。四岁的小女孩，2014年3月13号去邻居家里玩的时候，不小心碰到煮开水的瓶子，开水淋到臀部上。经过简单处理后，3月15号开始用原始点医学处理，3月26号基本痊愈。2014年3月15号，将水清洗后，撒上生姜素。2014年3月22号，2014年3月26号，2014年3月15号至2014年3月26号，前后11天痊愈。